看看周子瑜的小蛮腰，大家就知道腹肌有多棒了。中部某大学有位女神，有腹肌又长得正，却被臭男生乱抹黑。去年五月，女神所属的系学会便在 D 卡询问有无八卦，一名诚信男大神竟留言嘴炮女神被我，有够骚有够紧。女神得知此事，感觉世界崩坏，报警求助。男生承认自己乱留言，但迟迟没跟女神和解。一审认为这男的不 OK， 依散布文字诽谤罪判拘20天。讲干话讲到被判拘，真的颇黑，呵呵呵呵呵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